他说将自然数按下列规则排列，每一列都比前面那一列多一个数字，好不好？麻烦你问你第100列当中第三个数字是多少？第100列当中第三个，你看一下，第一列第一个是一，做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所以第一列一个数字，第二列两个，第三列三个，第四列四个，第五列五个，以此类推。老师问你第99列，对吧？好，有几个？他问你第100列第三个嘛？我先到第99列，到底有几个？先把它找到。所以说，老师问你第一列有一个，第二列两个，第三列三个，第四列四个，第五列五个，所以第99列应该有几个数字？99个数字。所以说，把第一列到第99列全部数字把它找到，总共几个？怎么算？把首项加末项，对吧？第一列一个嘛，第二列两个，第三列三个，第四列四个，第五列五个，所以第99列有几个？99个。所以说，把首项加末项乘以几个？乘几列？99列除以几？二。所以说，麻烦你把前面99列总和算出来。把首项加末项乘以个数除以几？二。所以说总共几个？把50乘上99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4950。所以说第99列最后一个是几？4950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第100列第三个，对吧？第100列第三个是几？49514952，所以第三个是4953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齁。所以说第100列第三个事情4953，麻烦把这边看一下 ,OK?